位，欢迎收看呢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取他就香港近期局势的汇报。习近平说，林郑月娥努力地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和他管治团队的工作，中央对于他高度信任，而止暴制乱仍然都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消息就说，林郑月娥昨晚是临时获通知见习近平，会面不够半个钟头。陈建敏报道。新华社凌晨发稿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上海会见了林郑月娥，听取了林郑月娥关于香港近期局势的汇报。出席会面的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央港澳协调小组三个副组长杨洁篪、王毅和赵克志等。同时，习近平说，香港修例风波已经持续了五个月，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中央对他高度信任，充分肯定他和管治团队的工作。而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要坚定不移。同时要做好和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的工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林郑月娥出席上海进博会开幕式之后，夜晚会转飞北京，星期三朝早获身兼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林郑月娥星期三下午会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领导小组组长韩正亦都会出席。林郑月娥将会在星期四返港。 NTV 记者陈建文报道。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特区政府的工作获得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肯定，对班子是强心针。大家知道昨晚在上海，行政长官就实际上是获得接见，就主席习主席的亲自是会见了行政长官，亦都是了解最新的局势。大家都看到在报章的报道，习主席是充分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同埋係對呢個行政長官表示一個高度的信任嘅，咁呢個咧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強心針。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話：國家主席習近平肯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嘅工作，令到換特首嘅謠言不攻自破，認為政府要齊心止暴制亂，中央並非盲目支持。最高領導層講咗説話啦，咁呢個。即係呢啲謠言咧，就會不攻自破啦嚇。我覺得呢個做法都合理嘅，因為當個社會產生一個動亂嘅時候啊，應該要令到嗰個領導層一定要齊心一齊去處理呢啲咁嘅矛盾。呢啲又唔係叫死唔死攬嘅啊，因為你而家既然出了咁大的問題希望他哋要繼續努力去做好個止暴制亂的工作嚇。咁呢個係即係呢個可能先至即係唔會話產生個混亂啦。譚耀宗又話：習近平對特區官員表示信任，有鼓勵作用，係正面嘅信息。而會面冇提及到官員嘅人事變動，外界唔應該隨意揣測。重申關鍵是平息暴亂，俾香港盡快回復正常。一個科技大學本科學生星期一嘅凌晨在將軍澳尚德邨停車場墮下重傷，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據悉他已經接受了兩次的腦部手術，仍然昏迷，情況危殆。而警方就派員去到停車場搜證。李同欣報導。重傷昏迷的科技大學學生繼續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由科大學生和市民到醫院探望。而在尚德邨停車場，幾名的警員就帶同工具到場搜證，有警員在三樓的石壁和牆壁嘗試掃鞋印，並且量度二樓到三樓石壁的高度。
停車場三樓這個位置懷疑是星期一凌晨22歲科大學生墮樓的位置。向外望會見到這一層的設計和二樓不同，外面沒有平台。而最近這個位置的閉路電視相距近50米，近升降機附近，而且會轉動。懷疑墮樓的位置是閉路電視的死角位，只要附近有車停在那裡，或者是走過了柱後面，就很難拍到。而在二樓的平台就仍然有少量的血跡。這個位置就有一個閉路電視的鏡頭。事發在星期一凌晨，有示威者在停車場附近的唐俊街和唐明街堵路。防暴警察到場之後，施放多枚的催淚彈，並且一度向廣明苑推進，亦都用長槍指向停車場高層的位置。期間有人從停車場掉雜物出來，防暴隨即向停車場施放催淚彈，由催淚煙由停車場散出。凌晨一點幾，有防暴警察進入停車場，有人就從停車場掉出長竹，防暴就用催淚彈還擊。差不多同一時間 ，Telegram 就傳出有人在停車場入邊受傷，而且冇知覺。到1:21，第一批嘅救護到場。20分鐘之後，呢一名懷疑墮樓嘅男子送院，又傳出停車場有人受傷，到救護車將佢送院，中間相隔約30分鐘。Now TV 記者李彤敏報導。树人大学学生会集会声援怀疑被催泪弹击中以致到身体严重烧伤的同学，并且谴责警方不当使用武力。校方已经去信警方，要求七日之内提供相关资料。张善恩报道。树人大学的图书馆大楼外挂上直幡，幾十個學生高叫口號，聲援上星期六在銅鑼灣示威現場擔任急救員被催淚彈擊中燒傷的輔導及心理學系同學。他們戴上口罩和手持標語，抗議警方不當使用武力，又要求校方到場對話，譴責警方濫暴。發生嗰件事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 first day 啦，咁我自己都識 first day 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佢出發點其實是做一個人道的救援，即是用他專業的知識可以幫得多少就多少，其實就不是說在這個運動上有特定一個立場樣，其實他都是想幫人，即最重要是保存，如果有傷者的時候可以展，即是用他專業知識幫到人，但是就有這麼遺憾的事發生了，很明顯而且他的傷勢都是不應該會發生的，在任何情況之下。出席的也有老師，這種去支持受傷的同學，我想是老師的很應該做的事來了，即我們整個運動來說都不是集中在我們有沒有事做得到，我們是集中在我們應不應該這樣做，這個是所謂良知的發揮了，然後自己對自己的一種責任感啦，咁呢啲係我哋要教嘅目的。樹人大學副校監胡懷忠中午向全體師生發信，提到知道嗰個學生背部同兩隻手指嚴重燒傷。佢話作為教育工作者，關顧學生係天職。校方琴日晏晝已經去信警務處處長，要求警方喺7日內提供有關事件嘅一切資料，包括警方目擊者同其他人嘅證詞、行動草圖、調查報告、警方拍攝的照片和影片，以及任何同事件有關的文件，以釐清事實。校方亦都再三在信件的最後提醒學生要注意自身安全，留意隨時可能發生的衝突情況，並且遠離暴力。 Now TV 記者張善恩報導。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在校內舉行集會聲援被捕的學生記者。在浸會大學賽馬會廣場內，超過70個學生響應學生會的號召參與集會。港大、科大、理工等院校編委會亦都有代表到場。他們批評警方無理拘捕學生記者，要求校方譴責警方打壓新聞自由。
香港記者協會代表發言的時候批評警方阻撓記者採訪情況惡化，甚至是針對性地拘捕記者。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委會記者鄧澤民日前在太古城中心採訪期間被警方拘捕，他當時佩戴了記協學生會員證以及是浸大編委會的記者證進行採訪。冇為香港運動發起支持警察遊行集會，幾百人在灣仔警察總部舉起支持警察嚴正執法的橫額遊行，部分人持有國旗，沿途高叫警察加油的口號，又同維持秩序的警員握手。他們圍繞警察總部行了一個圈，之後就遊行到去附近的下角花園集會。今次的集會是由保衛香港運動發起，參加者以中年和長者為主，輪流在集會上發言，支持警察保護市民，並且呼籲選民在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投票日投票。下節回來有其他消息。论演技，佢名列前茅。三位导演都拼咗条老命为呢个戏建设。做导演竟然要向新人请教。其实我都俾好多演员推过我，有咖啡做主角咧，揾演员系会方便。我做导演都系我演噶，人哋话唔做咯。Interview 星期三晚7:30，15分钟热到拍时段内播出。用 Expedia book 机票酒店 ，book 一声 ，budget 松动咗，连靓景都松动埋。用 Expedia book 机票酒店 ，book 一声 ，budget 多咗，食味道仲食埋气氛。用 Expedia book 机票酒店 ，book 一声悭咗钱，一家大细咪玩得尽兴咯。用 Expedia 一 book 即悭，惊喜特价喺 App 等紧你。拍摄机会只有一次，浓淡张住喉咙。幸福化痰素，先化痰后排痰，含怪弗力先，先速效打散还痰，再激发气管纤毛活动，帮助排痰止痰咳。快啲，化痰排痰一剔过，中午晚饭。幸福化痰素。唔知边种理财产品最啱你？高 bear 帮到你。高 bear 一剔过帮你比较各种信用卡、私人贷款同保险等理财产品，一切就喺你掌握之中。即刻 click 入 gobear.com 啦。杨生，你召开呢个特别会议，所有公司大小嘅事务都归你管。由今日开始，警图嘅工作归连月尾管。小红啊，今晚咪再去食咯。做咩咁惆怅啊？无论系工作或者感情，好似所有嘢都控制唔到咁。千祈唔好俾别人操控你嘅人生。我唔可以留喺呢间公司度。娱乐风云今晚8:00 ，Feel TV。Expedia.com.hk 嘅全民造星儀，今晚10:30。快新聞時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的國際進口博覽會演講，說中國將會堅持對外開放為基本國策，又說會更加重視進口的作用。駐上海記者余琪琪報導。習近平連續第二年在進口博覽會發表演講，習近平提出3點倡議，包括以協商合作共同建設開放的世界經濟，堅持拉手而不是鬆手，堅持拆牆而不是築牆。各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而家就見記者噶，睇睇現場情況啦。各位記者朋友，多謝大家今日嚟記者會。行政長官會先向大家發言，之後會接受大家嘅提問嘅。我哋而家先請行政長官。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今次嚟到內地咧，係做咗幾樣嘅工作嘅。不過今晚咧，想重點同大家交代一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情況。香港今年的參與可以說是更加積極的。我們除了在國家貿易投資綜合展裏面中國館有一個香港地區的展示區之外，
在香港企業的參與呢也都是更加積極，一共呢有200間香港的企業呢是參與了企業的商業展，比上屆即係首屆的進博會呢是增加了 20%。呢200家的香港企業呢，其中47家是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組織嚟的，另外呢有140多家呢是自行嚟到報名參展，所以可以見到香港企業那種拼搏精神，亦都是很願意走出去，走入呢個內地的市場嚟到去拓展呢個商機。有咁多嘅參展嘅企業咧，當然係因為我哋嗰個展區嘅總面積咧係比往年大嘅。咁啊，今年嘅總面積，無論喺產品嘅展示區啦，或者係服務業嘅展示區咧，都係比往年大。總嘅面積咧係有1400多平方米，比舊年咧係多咗70%。照我哋嘅理解咧，喺百多個參展嘅國家同埋地區咧。以企業的數目來到去計算，香港是排名第四，這個也是足見中央對於香港參與進博會是十分支持，因為在去年參與了首屆之後，我基於我們的企業他們非常踴躍，也都很熱情，就向中央提出了希望在第二屆的進博會能夠爭取到一個大一點的展區。剛才說了展區的面積是增加了70%。事實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經濟相信仍會是持續增長的。而正如習近平主席今早的重要講話提到，中國的大門是會繼續開，越開會越大。所以對於香港企業來說，仍然內地市場是一個很大的商機，所以在進博會裏面能夠去開拓內地的市場，對於香港的企業無論在產品和服務業都是一個很難得的契機，能夠有這個機會在進博會展示他們的服務業或者產品，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跟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說，就是我們應該更加著力去爭取中央的政策，來到去提升香港的企業進入去內銷市場，都是一脈相承。除了往時我們做在內地製造來到出口，事實上現在本地即係內地咧，都係一個龐大嘅消費市場，咁所以我哋會繼續係支持同埋協助我哋嘅香港嘅商界相關企業咧，係進入去呢個內銷嘅市場。咁啊，再同大家講講咧，除咗係企業嘅參與，我剛才提過啦，喺綜合展示館裏邊嘅中國館咧，有一個香港地區嘅展示館。而今日中午嘅時分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一啲各國嘅貴賓嚟到去巡視呢個綜合館嘅時候，都嚟到香港嘅展示區。我都同佢哋介紹咗我哋今次香港展示區嘅情況啦，個主題係香港進 （Hong Kong In） 啊。咁呢個進字咧，都係表示香港要繼續不斷咁去前行啦。改進啦，追求卓越。咁以今日嘅情況嚟講咧，亦都係有雙重意義。第一咧，就係我哋繼續為內地嚟到引進世界各地嘅貨物啊，同埋服務。以舊年嚟到去計算咧，經香港進口去內地市場咧嘅貨物嘅價值都係有增加，增加咗8%嚇。咁但係同時咧，而家我哋亦都係同內地嘅企業咧一齊係出外開拓新嘅領域。特別喺一帶一路之下咧，我哋所講嘅拼船出海，即係香港嘅專業服務一齊同內地嘅企業咧係走出去。跟住我想講講咧，因為我離開咗呢幾日咧，上個週末香港又係出現咗好多嘅暴力嘅示威嚇，亦都係有暴徒慣常用嗰種嘅極端嘅行為去破壞商店啊、縱火啊、攻擊警察嚇。我特別好傷心咧，就喺呢啲嘅衝突裏邊，係有香港嘅市民受到嚴重嘅傷害嚇。特別係包括呢個科技大學嘅一位同學嚇。我喺呢度對佢同埋其他受傷嘅人士咧，係表示深切嘅慰問。我喺呢度必須要再次呼籲。香港經過了5個月
呢個嘅動盪，呢個嘅紛爭啊，而家社會上係好崩緊，係拉得好緊啊，所以我哋好唔願意見到嘅事情咧都會發生，例如大家政見不同，就喺個街上邊就用暴力嚟到去解決，甚至所謂嘅私了嚇。我講過好多次，暴力咧只會係滋生更加多暴力，暴力係唔可以解決問題。第二點咧，就係每一次呢啲集會示威，近日都係會演變成為極端嘅暴行。咁所以我呼籲所有嘅市民都要遠離呢啲場合，令到警方喺執法嘅時候咧，唔會係產生咗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嚇。喺呢個情況之下，特區政府會繼續依法嚟到去壓止呢個暴力，希望香港嘅社會咧盡快能夠回復到一個平靜。然後我哋會同社會各界係保持呢個溝通對話，為香港尋找出路嚇。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剛才提到科大那個學生的情況，現在暫時據資料看來，他就是在逃避武裝的催淚彈施放過程中。你對於這個情況是怎麼看呢？是否有所謂警方執法上的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呢？現在在習主席昨天會見了你之後，他為同意要肯定止暴制亂的方針，是否即是說無論之後再出現多少這些可能是不幸的事件，特區政府那個執法的方針都是一樣？我不是這樣的意思的，我只是說呢，警隊的同事經過了五個月的紛爭，他們是很努力地依法來對去執行這個法律，目標呢都是希望香港能夠回復一個法治的社會，減少這些的衝突。但是在那個執法的過程裡面呢，大家都要很留意自身的安全，包括警隊有時候都受到人身的安全的威脅，所以最好就是讓這些暴力盡快在香港的社會來到消失。對於這位同學受了傷害，由於那件事件仍然是要調查，所以現在是不可以妄下一個定論。我知道警方咧都係非常之重視呢個個案，亦都係交咗俾重案組嚟到去調查。但係而家最重要咧，就係我要向呢位同學同埋其他受傷嘅人士咧表示我深切嘅慰問，希望佢哋咧亦都能夠早日可以康復。咁啊，想問翻咧，其實就同主席裏面咧有即係一個傳聞，就話啊，其實你尋晚咧係食曬一飯嘅時候先特別接我呢個通知嘅，係咪真有其事？同埋點解主席會係揀呢一個時間去接見你呢？因為尋晚即係睇到嗰個《新華社》日報咧，亦都提到啦，即係有以話高度信任咧去即係去信任你嘅董事啦。咁其實呢一個詞就唔好喺以往咧係比較少用到噶。咁其實中央对你的信任的一步，因为其实几个礼拜之前，其实都有一些传闻，就是说可能是春节三年之后，香港的特首就会回到两任。你自己是怎样去解读今次的会议，以及去对你的评价？首先回应一下那个会面是怎样发生，大家都知道了，香港在过去五个月是发生了极大的社会的动荡。國家主席以至到中央是關心香港，這個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昨天呢就是我出席了進博會的一個晚宴，大概上都可以說是自從香港在六月發生這些動盪之後呢，首次是我有機會同主席係出席同一個活動。當然十月一號咧，我曾經係上京，不過當時喺國慶嘅慶祝，大家都知道係好多人嚇。咁所以我係喺晚宴開始冇幾耐之前咧，就獲得通知，喺晚宴之後叫我留低啦，就係主席會有一個簡單嘅會面。咁所以並唔係原先安排嘅行程嘅一部分嚇。我覺得呢一種嘅會面，主席講嘅説話咧，都係表示對於香港嘅關心啊。作為國家主席喺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咗呢啲事，
主席關心，亦都係理所當然啦。我亦都係深深感受到咧，主席亦都係好支持特區政府喺壓止暴力嘅工作嚇。咁一如既往咧，我哋都係按住一國兩制嘅原則、基本法嘅要求，同埋以法治咧嚟到處理而家呢個困難嘅局面。你覺得咧喺你嘅訪問裏邊咧，其實會唔會都反映到其實中央係希望去收緊對香港特區政府嘅管治咧？咁如果係咁嘅話，你作為行政長官，你能夠做嘅係變相少之又少，亦都會變相都削弱咗一國兩制咧。另外就住科大學生嗰樣嘢，你都提到話即係依家警察都調查緊啦。咁其實你覺得喺依家呢個情況底下，即使一直政府一直強調止暴制亂都好，其實依家佢連續都係被。即係依家疫情嗰個狀況都仲係咁嘅時候，其實政府堅持止暴制亂呢一個方針係咪真係正確咧？定係應該要做其他嘢去同依家個局勢？正如我頭先強調咧，特區政府喺處理今次嘅社會嘅動盪，一定係緊守一國兩制嘅原則嚇。各位 BTV 時段嘅新聞咧，暫時直播林鄭月娥嘅記者會嚟到呢一度，三三二新聞台咧係會繼續噶。我就睇唔到你。跟住落嚟，温香港故事，香人情味。你男朋友？唔系啊，佢唔系我男朋友嚟嘅。我之后会负责帮细伯洗车，希望我唔系你细伯，唔好认亲认戚。你走啦。为咗可以令自己衬得起你，我真系好努力噶。有效期已经完咗，冇得翻转头噶。我会等你，等到你肯定自己嘅心意为止。德国宝晴轩先热情地打扫吧大结局，今晚八点半 ，Feel TV。林议员，旧楼只会越嚟越旧，咁既然点都有既定问题，梗系清拆再重建最好啦。张议员啊，咁样好唔环保，明明栋大楼仲可以好正常咁使用，翻新修复所需要嘅费用同埋资源都可以大大减低，咪仲好咩？明明就仲用得，平平地翻身即刻可以循環再用啦！你為環保諗下得唔得？為公司諗下得唔得啊？但係功能同性能已經追唔上現實社會需要，咁樣好影響工作效率同生活水平㗎。唔好嘈啦！你哋淨係想換電腦啫嘛？揾八川科技咪得咯！你想慳錢又環保，你又想電腦快，八川科技一次過滿足曬你兩個願望，咁單買得唔得㗎？因為咧，我哋淨係想換私人電腦啫喎。单买定批量购买都冇问题。室内空气中漂浮的 PM2.5 会影响胎儿及小朋友的健康，要守护他们，一定要由空气质素开始。PPP 经过多间机构测试。是有权威认证的空气净化机，带有强劲的洁净空气输出率 CADR， 功能卓越，洁净空气，妈妈信心之选。每日忙住翻工，冇时间睇住小朋友，有冇谂过帮你小朋友揾一个24小时嘅贴身保姆？佢可以提小朋友去补习，荡失路唔使怕，佢可以好醒咁话你知佢哋喺边，唔使谂啦，有佢就得。I 爱你关爱宝智能手表 SOS 一键呼救，连上24小时服务中心，同步会即时通知你，而且仲有好多其他功能添，贴心照顾子女每一天，等你安心又放心。香港地唔系烦冇钱，就系烦冇时间。佢为咗钱，一望夜望，啲琐碎事完全唔得闲处理。佢大把时间，预期喺屋企冇咩嘢做，不如试下将时间换成收入。Helpy 帮到你，只要简单输入工作要求 ，send 埋价钱，附近嘅人就可以接单。大家各取所需，得咗
完成任务之后仲可以为对方评分。搵帮手，搵 Helby。仲等？即刻搵我哋落广告啦！特务司，叫你搵嘅低碳绿色建筑搵成点？报告，呢个设计开扬，光线充足又通风，舒服到连灯同埋冷气都唔使开。